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精油姐妹说。我是 Ariel， 我是 Jen。 精油化学分子最后一篇章，连芳疗师都不敢大意的同类分子。各位喜爱精油想学芳疗的朋友，记得帮我们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并开启小铃铛，才能收到最新影片哦。想知道芳疗师的日常吗？精油姐妹说的 IG 追起来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介绍的是精油化学分子的同类。同类呢，我们要分为单铁酮跟贝巴铁酮。单铁酮呢，它的效果很强大，作用很快，常用于化除黏液或是痰液，同时呢，能够帮助肌肤愈合，抵御病菌的能力很强大。少量使用呢，还可以滋补神经哦。它是由二级醇氧化而来的，是一个非常稳定的分子，所以呢，代谢也比较慢一点，而且它具有神经毒性哦。没错，要非常注意。没错，因此呢，不适合长期跟大量使用。孕妇跟婴幼儿呢也禁用哦。一般来说，使用的剂量，如果你是用在扩香上面的话，复方纯精油的浓度不高过于 10%。如果呢，我们想要把它调成按摩油使用在肌肤上面的话，它的浓度呢最高不高过于 1%。单铁酮它的常见分子有侧柏酮、樟脑、薄荷酮、马鞭草酮。侧柏酮的话，它的气味清新甜美，它少量使用会兴奋神经系统，同时具有活络精血的作用，但也具有比较高的神经毒性。代表性的精油水草啊。侧柏啦、艾草啦，这些精油你有没有发现都是爱被禁用的精油？没错，由此可知，使用上面要特别注意。孕妇的话是绝对禁用的，就是禁用，它具有活络精血的功能。孕妇一个使用不当的话，可能会导致流产。癫痫患者的话也禁用，因为神经刺激它有可能导致癫痫患者抽搐或是痉挛。再来呢，樟脑呢，它具有强烈刺激，但是又有一点点甜美的气息。我觉得就只有一点点啦，但是呢，其实闻久了你会觉得它有一点汽油味。樟脑。它常用于肌肉的关节酸痛，还有发痒型的肌肤不适。它的效果很显著，而且快速。用于居家的环境呢，它可以帮助除虫啦、防蛀啦、防腐等等。代表性精油：樟树、头状薰衣草、樟脑迷迭香、西洋虱草。樟脑呢，同样具有神经毒性，因此呢，孕妇跟婴幼儿，还有癫痫患者跟蚕豆症患者都不可以使用哦。我在这边额外跟大家说明一下，就是人工的樟脑丸之所以不能被蚕豆患者所使用，是因为它含有化学成分的耐丸，会引起急性溶血，但这跟精油里面所含的天然樟脑是不一样。然而呢，蚕豆患者禁用是因为它含高量的樟脑成分的精油，主要是因为樟脑的神经毒性会造成蚕豆患者的不适。接着呢，我们可以看到薄荷酮，它的气味呢就是清凉香甜的部分，可以帮助我们提神醒脑，同时呢也是晕车晕船的好帮手，镇定效果强烈，而且它可以常常用于头痛，或者是喉咙痛的症状，或者是当肌肉局部充血的状态的时候，它也可以帮助我们循环跟化瘀。代表性精油呢是胡椒薄荷跟绿薄荷。特别提醒大家，胡椒薄荷虽然我们一般来说它是分类在单铁醇的里面，但是因为它的酮跟醇的比例基本上是几乎是1:1，因此特别拿出来跟大家说明一下。而且因为薄荷精油在市面上是非常非常常见的，它含有高比例的薄荷酮，同样具有神经毒性，因此呢，孕妇跟婴幼儿啊，还有蚕豆症的患者呢，尽量都不要使用。最后呢，要介绍的就是马鞭草酮。马鞭草酮它的气味就是一个清新的草香，具有纯净清爽的气息。在我们一直疯狂强调单铁酮的危险性之后呢，马鞭草酮可以说是个例外，是一个单铁酮里面的清流吧。它刺激性比较小，安全性比较高，因此使用剂量的话就不用特别低。一般来说呢，我们常常会把它用在养肝配方，强化肝脏的健康，同时可以帮助活化肌肤细胞，是著名的美容圣品。代表性的精油就是马鞭草酮迷迭香啦。接着我们要看到的就是贝半铁酮啦，贝半铁酮的代表性精油呢就是大西洋雪松啦。贝半铁酮的分子温和稳定，而且低毒性，同样呢它也可以帮助消除黏液的部分，温和抗菌，对于肌肤和黏膜的活性效果极佳，可以当作是护肤品来使用。在这边呢我补充一下，贝半铁酮呢它还包含了双酮跟三酮，不过一般我们就统称它叫做贝半铁酮。贝半铁酮中的双酮分子代表性的分子就是意大利酮啦，它的气味具有蜂蜜跟水果干混合的那种甜甜的香气，所以它代表性的精油大家应该都很熟，就是永久花。它另外一个名字就叫做蜡菊，没错，因为欧舒丹都会把它叫做蜡菊。贝半铁酮的话，它可以帮助活血化瘀，可以说是瘀伤的好帮手。同时呢，它也可以帮助肌肤修复，还可以帮助淡化肌肤的色素沉淀，可以说是护肤圣品。而贝半铁酮中的三酮分子代表性的分子呢，就是贝塔三酮。气味呢，它有一种快发霉的臭臭的味道。对，我不太喜欢。对，代表性的精油大家可以很容易就猜
到就是松红梅。大家闻过松红梅，你就觉得说，它好像有一股药方的味道，感觉很像精油坏掉了。对对对对，但它其实不是，对，它是正常的气味，就是那个样子，对对对对，而且它抗菌的效果非常好。所以当你闻到松红梅的时候，不要怀疑它没有坏掉，它是正常的。最后来帮大家总复习一下喽，丹铁酮它的效果强大，作用快，它能够化解黏液、痰液，同时能够帮助肌肤愈合、抵御病菌。少量使用呢，它可以滋补神经，它的分子稳定、代谢慢，具有神经毒性，因此不能够长期跟大量的使用。孕妇呢跟婴幼儿也禁用。一般来说，使用的剂量如果是扩香的话，复方纯精油它的浓度不能高过于 10%。那如果说你要调成按摩油使用在肌肤上面的话，浓度不能超过 1%。常见的分子有侧柏酮、樟脑、薄荷酮以及马鞭草酮。再来呢，就是丹铁酮里面的侧柏酮了。侧柏酮它少量使用的话，就可以兴奋神经系统，能通经，具有较高的神经毒性，所以使用上面要非常注意。代表性的精油就是鼠尾草、侧柏跟艾草。侧柏酮的话，孕妇跟癫痫患者就是完全禁用。再来是樟脑，樟脑用于肌肉关节酸痛、发痒型的肌肤不适，它的效果显著而且快速。它也可以用于居家的环境，可以帮助驱虫啊、防蛀啊、防腐。代表性的精油就是樟树、头状薰衣草、樟脑迷迭香、西洋虱草。那孕妇、婴幼儿、癫痫跟蚕豆症的患者一样是禁止使用的哦。再来呢，就是丹铁酮中的薄荷酮，薄荷酮可以帮助提升醒脑，是晕车晕船的好帮手，也常用于头痛、喉咙痛，也可以帮助我们循环化瘀。代表性的精油就是胡椒薄荷跟绿薄荷，孕妇跟婴幼儿也是禁止使用的。再来要介绍的是马鞭草酮，它是丹铁酮中的一股清流，刺激性小，安全性高，因此呢，使用的剂量不用特别的低。它常用于养肝配方，同时也是著名的美容圣品。代表性的精油呢，就是马鞭草酮、迷迭香啦。最后要帮大家来复习的就是倍半铁酮。倍半铁酮它的分子温和稳定，而且低毒性，它可以消除化解黏液，而且可以温和的防御病菌。其中倍半铁酮里面呢，它又包含了双酮跟三酮。双酮的话呢，它对于肌肤跟黏膜的活化效果非常的好，长期使用的话可以当做护肤品使用。代表性的分子就是意大利酮，代表性的精油就是永久花。三酮的部分呢，代表性的分子就是贝塔三酮，它的代表性精油是松红梅。三酮的话，它可以抗发炎，而且可以抑制病毒。听完以上的介绍，大家对于酮类有没有更加了解呢？如果对于今天的介绍有任何问题，都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们，告诉我们哦。那我们下周六晚上7点见，拜拜。